Hello。2017年嘅5月27日星期六上昼9:10，喺西贡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，我哋阵间就会向村后边嘅游艇会行去西贡寻美食。梗喺呢度行下先啦！哇，几开心！喺嗰棵嘢嘅下面就有一只青蛙啦。嗱，呢度咧好多。不過他們很怕醜的，一拍就縮埋了，很多隻青蛙的，現在罵我了，說我騷擾他們了。好好天啊，今天陰陰地有些太陽，見不見到他啊？在捉及住我的，又縮埋了。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西貢，真是相当好环境，美人狂影紧啦！哇，真系好正。好好天啊！睇下，多蝴蝶到不行啊！劲多蝴蝶啊！蝴蝶谷啊，行親呢區咧，都一定會影一影呢個 view。你話夢中之屋就係呢間啊，真係一流啊！你睇佢望住乜嘢嘅？睇佢望住乜嘢嘅？紅樹林先嘅，個 view 係咁嘅，佢望住。感謝主啊！是不斷以一棵山黏花，已經見到神的創造了，多漂亮啊，估不到在這裡都見到龍眼雞，只一隻而已，很少可。